苏花改大清水隧道进行改善工程，实施单线双向管制，没想到却发生了乌龙。有民众破网，只见交管人员放行后开到一半，迎面而来的是一长串的对向来车，迫使民众只能跨越角锥及双黄线礼让通行，引起网友热议。听从交管人员指挥，车辆停了下来，交管人员确认后放行车辆，驾驶进了隧道，开始脚踩油门一路狂奔。但这时明明苏花大清水隧道因为正在进行路容改善工程，隧道内实施单线双向管制，但居然两边同时放行，非常危险。那你平常会注意，就是会有交管的啊，他一定会有两边有交管的人嘛，一边放然后另外一边才能过嘛，所以那应该是交管人员的疏失啊。还好驾驶发现的早，及时开往另一个车道。网友就在脸书社团 po 文说，交管太狠，两边管制人员都放车，难道是要驾驶在中间猜拳吗？而且要是两车相逢在转弯处，相当危险。指挥人员啊，他就那一次没有去确认到最后一台车的那个车号，确认过去然后再做放行啊。那我们已经留在他身上啊，要做好这样的一个教育训练啊，务必做好这样的一个交通指挥啊。因应工程的单线双向管制，没想到却成了单线双向通行。根据双线管制通行的 SOP， 应该是交管人员利用对讲机确认好最后一台车辆车牌，等车辆通过之后才能放行，不排除可能因为交管人员紧张才会发生失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